OK，好了，来大家 ，video 开一下，大家在吗 ？video 开一下，打个招呼 ，everybody， 来来来，有没有在啊？嗯 ，OK，chat box 打个招呼，俊轩、小莹啊 ，OK， 涂晨啊，贤平有在，吉吉、佩恩 ，OK， 嗯，还没吃。大家都还没吃是不是 ？OK， 好了，来大家，我们来继续一下这一个啊 ，OK， 我们继续一下这一份这一个 part 啊、我们讲之前我讲到一个东西，就是呢，它怎么样才稳定啊、以前呢，我们是学那一些我讲的是哦那一些例子，如果他们不稳定，他们就需要找朋友合并在一起，对不对啊？所以怎么样？才是稳定呢啊？为什么他找了朋友他就变稳定呢 ？OK， so form four 的哈，现在我们要学的就是讲为什么他找到朋友他就稳定。说什么状态下他能够稳定啊？那个状态呢，就是左手边highlighted 的那个字啊，就是他的 electron 哈、哦，它的那个排列是 duplet， 就是两粒，或 octet 就是八粒。Okay， 如果那个排列呢是两粒或八粒，就是稳定了。所以它原本呢，比如说啊，然后呢，这个是它的最外面的 electron 啊，不是里面的 electron， 它可能会有两圈，可能会有三圈啊，可能会有一圈，对不对？如果它一圈的话，它达到两粒，它就稳定了。如果它是在第二或第三圈，
哦，最外面的圈啦，如果还有那么多圈的话啦，这样它的最外面那圈达到八粒，它就稳定了。记得啊，除了第一圈之外啊，外面的第二、第三圈一定要达到八粒。说这个 duplet 啊，你要写的时候你要写吧，但是用很少用的 duplet。哎，我的笔这么不能画的，不能画。我们写的时候写吧，但是这个比较少用的，它全部都是要跟 octet 的，其实。OK，OK，okay? Okay, 来，我们接下去看啊。所以，什么是 ion 啊？之前我们讲什么是 ion 啊？它原本呢，positive 跟 negative 一样多的时候，就是它的里面的中心 proton 啊，还有外面的那个electron 啊，价跟减数量一样多的时候，它就是叫 atom。可是为了达到平衡 stable 啊，稳定，为了达到这个稳定啊stable 的 electron arrangement。他就要丢掉，或者是跟人家借过来，知道吗？哈，他的那个 electron，然后准准到八粒了，比如说，他才能稳定。所以这个时候呢，他 electron 就不一样多了咯，他的 electron 跟他 proton 就数量不一样多了咯，他就变成ion positive 或者是 negative 了。OK，举个例子啊，哎呦，看到我的笔怎么又不能用了的？Why？刚才他不是在用的吗？对耶，我的笔又不能用了，哎呦，什么声音？OK，啊，可以了。OK，所以呢，我们看一下，举个例子啊，在这一边，OK，哎，OK，这个 magnesium 哦，它是282，所以你看第一圈、第二圈、第三圈哦，我讲了啊，只有第一圈它可以达到两粒就稳定，如果还有三圈，外面那圈一定要八才可以，一定要。OK，又画不到了，一定要有八粒，要有八粒，所以它现在是两粒哦，要怎么办呢？OK，你看啊，如果我要加六进来呀，哇，很麻烦呢，不如啊，直接把这两粒丢掉，它不是八了咯，对吗？最外面那圈不要啦，啊，直接扣掉两粒更快啊，对不对？比起啊，我要加八粒进来，所以它比较方便的方法就是，它丢掉最外面那第三个圈那两粒，看到吗？丢掉它，它就达到二八，所以最后一圈是八就稳定了。Form four 的，明白吗？OK，啊，稳定了怎么样呢？你看啊，右手边啊，你的课本啊，它剩下二八了咯。OK，因为它丢了两个减啊，它的中心那个 proton 啊，中心。会变的吗？中心多少个 proton？哦，没有电，应该是我看我的笔。OK，应该是没有电，不要紧。它的中心啊，里面啊，其实有加，对不对？有很多个加哦。它原本是282啊，就是讲它总共有12粒啊，electron。OK，就是讲它中心也是有12粒的嘞，中心啊的那个加也是有12粒的。现在它的那个减少了两粒哦。就是讲，它的加多过减了咯，哦，所以它是一个 electron positive，哎，sorry，它是一个 ion positive，而且呢，它的加多出两个，所以它是二加了，知道吗？所以这个是它捐掉 electron 啊，如果是人家捐给他，就是他接受 electron，它的减就多过加啊，它就是减了啦，看它是减一还是减二还是减三这样咯，明白吗，大家？OK。Form four 了，明白吗？啊，OK，你看啊，这里有讲到，刚才我讲哦，之前我有讲啦，那个 duplet 啊，只是 helium 用罢了的哈，OK，duplet 啊，只是 helium 还是什么嘞哈，hydrogen 没有的哦，不用的哦，OK，所以呢，这个 helium 呢，它是两粒这一个什么啊，第一个圈第一个 shell 啊，first shell。不搭啦，不搭嘛，才可以用这个两粒的概念，其他的都是两个圈、三个圈的，你知道吗？它的那个轨道，说两个轨道、第三个轨道的，他们一定要达到八粒，最外面那个啦哈，最外面那个轨道啊，不搭啦的啦，一定要达到八粒，outermost shell 一定要达到八粒，OK，我们再往下看啊，什么时候会变碱啊？这一边啊，一样的东西来的，只是它相反，所以刚才那个叫捐掉的嘛，看到吗？
捐掉 electron， 英文呢叫它 donate 两个 electron， 就是它丢了两个。下面这个呢是它接受啊 electron 啊，这个它接受一个罢了，为什么？你看啊 ，accepts one electron， 这么它接受一个罢了。你注意看它的最外面，最外面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哦。我们要达到八，这样是不是加一比较容易啊？加一个 electron 进来，好、哦，如果是加一个 electron， 就是讲它的减 electron 是减来的，它的 negative 多过 positive 了咯。所以它接受一个 electron 的话，它就是 ion negative， 而且还是减一啦，知道吗？它是一减啦，应该讲那个一就不用写了。OK， 所以这个是 chlorine 来的 ，chlorine 的例子。整课里面最乱就是这个，我只记得老师跟我讲一到三的德玛，四到七的德里玛，哈，很好啊，这个的话是对的，你记得这个。所以就是讲哦，它最外面那个壳啊，重点是最外面那一圈啊，最外面里面多少个圈不用管它的，最外面那个圈如果是一粒的或两粒的或三粒的、哦、都是用丢掉的方式的，丢到完、OK。如果呢它最外面的圈呢、啊、是四到七，就是讲是四粒，四粒其实不一样了，不过不要紧，五粒或六粒或七粒啊，都是等人家过来比较方便，所以你要想的是方便哦，它丢比较快还是它收比较快啊，就这样罢了。 OK， 知道哦啊，所以你看啊，你消化一下，你看还有什么问题你给我知道。 OKOK， 我看一下可不可以一起做一下这个念极先，还是怎样？要做好才知道的，我不想要讲 isotope 先。OK， 来，我不要讲 isotope 先，我一讲 isotope 的现在更乱了，因为有这个确实，如果第一次学的话会有一点乱。Form 5的有问题吗？你们消化了一年，可能会有理解多一点，可能会有多一点问题。OK， 大家，这样的话我们先来做一做啊，这一个 8.1 8.2、哦、1到9题先我要你做一下，1到第9题啊，现在啊，现在我不要等 break 的时候做，我们一起看这个题目怎样呢哈。 OK， 一样啊，我就这样放着，你看不到的话你去 Google Classroom 找啊，我们用大概一个几分钟了哈，5点20分我跟你讨论，我在这边啊，有什么问题你可以 type 给我，5点20分我们讨论 5.1 和 5.2 的全题。
学到我们要讨论了，你跟着去啊，这个练习。OK，好了，来大家，我们一起看啊，还没做完不要紧啊，OK？大家注意啊，刚才我们讲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去想的话，在这个练习里面，你没有去思考的话，你是不会明白的哈，OK？真的是你不懂他怎样出的那个题目，来，所以呢，这个他说哪一个是 ion 来的？我也教你一个方法去看哦，不是不是你们班那个，因为 form one 啊，好像 form one 也是在学着这个东西。所以我不懂是不是你们班的，我教的方法就是啊，用要怎样看呢、啊？还是谁记得要怎样看？OK，答案是什么啊？第一题，第一题的答案。OK，我看一下啊，如果你有答案的，你在 chat box type 给我。OK，对，很好。再来，有吗？其他人，第一题，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可以看一看第一题的答案。OK，风 four 的嘞。他没有，不会啊。OK，好，来，大家看一下第一题啊。阿用怎么找啊？来来来，刚刚进来的也是啊。阿用怎么找？你要找两个字，一个金属，一个非金属。答案是 donkey。两个字，一个金属，前面是金属，后面是非金属来的。铅，然后 bromine，看到吗？合并起来的东西，那个叫阿用。不会的，写下去啊。阿用，去写一个小笔记啊。写金加非，金属加非金属就是 ion 了。OK，第二题啊，哪一个东西是 atom 来的？哈，来，第二题是什么啊？哪一个东西是 atom 来的？啊，有答案的你快给我啊。OK，一杰、佩恩，OK，很好。OK，金，yes，对了。对，说 atom 呢，不是一定，不过通常它会给你那个金属啊，很多都是 atom 来的。对，OK，这里我顺便再讲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啊？你可以做你的笔记啊。盐呢，其实它的全名啊，OK，马来文叫 natrium chloride 两个字，OK，sodium chloride 来的。说、so, 可是它的那个平时的名字啊，我们就叫盐嘛。其实这个就是 ion 来的哈，就是 ion 来的，知道吗？啊，然后呢，还有啊，第二题啊，为什么我要讲？哎，两个字，一个是金属啊，其实这个是金属啊，natrium sodium，OK，、okay? 这个是非金属。为什么一定要记得这一个呢？因为 C 不是 ion 啊。你看到两个都是非金属吗？碳，非金属。氧气的氧啊，非金属，两个都是非金属，这个不是啊，这个纯粹是一个 molecule 罢了啊，molecule，OK，、okay? 这个是另外的，就是 molecule，所以你要记得的是哈，ion 一定要一个金属一个非金属就对了，水也不是啊，水哦叫 H2O 对不对？好像这个叫 CO2 嘛，二氧化碳，H 是 hydrogen 非金属，O 是氧，氧气的氧，非金属也是 molecule 来的，看到吗？你可以做你的小笔记啊，如果你还不是很会分的话。Iron 是 atom，yes，对。如果他单单讲铁哦，iron，哦，马来文他讲 besi，对，这个也是 atom。所以 atom 有时啊，你找回金属会比较安全啊，因为呢，atom 是怎样啊？它没有连在一起，但是金属啊，哇，你看到它排密密麻麻哦，金属好像黄金，它就是这样的。可是其实它不是粘在一起，它纯粹是排到密密麻麻罢了。OK，这种 CO2 就不一样哦，H2O 也不一样，
它们是粘在一起的。CO2 是一个 C， 两个 O。哦 ，H2O 是一个 O， 啊，两个小粒的 H， 因为 H 比较小粒，看到吗？它们是真的粘在一起的。OK 啊，好，第三题啊，我们再看啊，刚才第三题有人给我答案了，是不是？一个 atom 温素 P， 就是讲元素 P 的一个 atom 嘛、啊，有十六个 proton， 还有二十个 neutron， 它排哪里？它讲，说你记得吗？如果我们讲要排，哎，是不是啊？哦，它讲它的排列，哦。哦，看一下 ，Susunan electron 啊，electron configuration， 所以我们要看什么啊？你要看的是 proton 还是 neutron 呢？你要看的是它的 proton， 记得啊。如果你刚才不会的，不要紧啊，现在记啊，学啦 ，OK 吗？要记它多，你要看的是它 proton， 所以其实 proton 是加，我们。真正的 electron configuration 是那个减啊，为什么我们看 proton 啊？因为加跟减一样多。他讲到他是 atom 的话，加跟减是一样多的，所以他有十六个 electron， 怎样排？你要找加起来十六的咯。学啦，第三题的答案是什么？啊，放 four 的给我一下答案。第三题我要确保一下大家知道，不懂的讲 I don't know， 全部放 four 啊。当然放 f 你要给我还是给可以啊 ，OK， 嗯，有答案的你们就给 ，OK OK， 好，放 f 的再来其他的 ，Yes，OK，、okay, 我要看到全部放 f 啊 ，OK， 还有谁啊 ？OK， 哎，丽姬你懂啦，这个你第一个回答我的之前，还有谁啊？佩恩哦，有佩恩，你早回答了 ，OK， 全部在哦，娟神也是一早回答了 ，OK， 主持人 ，OK，OK、OK OK、啊，好，很好，没有问题。这样的话，所以这个是 C， 很好。所以它其实呢，除了第一个空行，怎么说呢？第一 ，OK， 这个答案是 C 啊，十六个啊，说二加八加六咯，十六个咯，因为我们要找十六 ，OK。可是呢，如果他叫我们写，我们怎么知道写二八六呢？因为第一排只可以装二。就是讲装到满只可以装二，第二怎么说第一排啊，第一个轨道啦，第一个圈，第二个圈呢最多装到八，所以你看它超过的话啊就是八咯，这样就十粒了，对不对？剩下还有六粒，因为有十六粒嘛，就排最外面咯，明白啊 ？OK 啊，再 try 啊，如果有不会的啊，再 try 啊 ，OK， 接下来啊第四题啊，他说这个它的排列它会排哪里哈，大家。这个我好像没有正式跟你提到，不过呢，可能你懂了这一个。他问这一个 atom 啊，他是排第几排第几组 ？OK， 我不懂啊，华语叫什么啊 ？OK， color period 呢有一到七，就是这样打横看，三四五六七，这个是 color period， 有一二三四五六七。Gumpulan 有一到十八，你记得吗？第一个 Gumpulan Group 1 Group 2 Group 3然后到 Group 18、啊、Group 17 18这样的 OK 怎么样看呢哈，我们不用一个一个算了，我看到一些答案了 OK 这个有1到7，这个有1到18的，怎么看啊？大家注意，全部人注意 Form 4的、啊、尤其是 Form 5，如果你不懂的话、啊、当然你是注意啊， Form 5不用叫、啊、他们会注意的OK 啊，有在啊，好，其实一到七怎么看呢？它是总共怎样写嘞哈？共多少个轨道 ？OK， 我不会写轨道了哈，就是讲多少个圈，看到吗？一个圈、两个圈、三个圈，这两个了。OK，group 怎样看呢、啊？看它最外面多少粒，最外面那个轨道多少粒，一二三哦，是吗哈？想 啊 ，OK， 所以它十七还是十？哎，我等下我看一下哦，还有这一个 ，OK， 一二三，三粒哈、哦，对不对？是第十三组来的，说答案是 C 啊。OK， 我们没有读第三组的，我们读第一、第二组，然后就跳去后面了的。等下啊，我要看回去一下。所以你看啊，十三啊，这个是什么？是 C 是吗？我画一下先。
OK，OK，okay. Okay, 这个啊，我们再看一下啊。所以呢，打横看呢、啊，是它多少个圈？也就是说，第一个 color 或者是第一个 period 的呢 ，period one 的、啊，它们全部只有一个轨道。说这个是 hydrogen， 它只有一个轨道的，哦，一粒罢了。这个呢 ，helium 啊，它只有一个轨道，它有两粒。这样咯，明白吗？啊，然后呢，打直看，我们只是学啊，第一组、第二组，然后就跳了第13到18 ，OK。所以如果你看到了呢，最外真难，我们真的是跳，我们中间全部没有学的哈 ，OK。我们大概知道哦，他们的名字叫 unsuperalihan， transition metal 啊，好像是，哦 transition element，OK，、okay, 就这样罢了。所以如果你看到最外面那个圈，大家注意啊。我讲的是最外面那个轨道啊，它刚才是几多粒？三粒，对不对？就是第13。如果它有四粒，就是第14组；如果还有五粒，就是第15组，明白吗，大家？如果还有八粒，就是第18组。OK， 当然这个 special 的啦，这个是两粒罢了，它最外面。OK， 全部人 OK 啊，很好拿分的哈，这一个。老师讲二过后加十就可以了。二过后加十是什么意思啊？哦哦，对对对，二过后的就是13、14、15啊，对，嗯 ，OK， 所以啊，这一题是写、啊、第五题，哪一个是对的？他们的叔叔那 electron， 你看哪会出这样的题目？不代表我们要真的去背啊，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是什么啊？不一定，因为我们可以算 ，OK， 怎么算啊？这是一、二。三四，好、哦，然后这个五六七八九啊，你记得吗？哈，这个就是讲它的 proton number 是九来的 ，number proton 是九，十、十一、十二，这个是十二，所以你要把九啊排成二什么什么什么罢了，把十二排成二什么什么什么罢了，会算嘛？你记得哈、哦？所以你看啊 ，periodic table 怎样排啊？它是用 proton 的数量来排的，而 proton 的数量是相等于 electron 的数量的。我们要的排这个288什么啊，其实就是 electron 的数量嘛、哦、所以我们直接用算就可以了，而且是从上面开始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所以这个是9啊，11 12排一个9一个12出来，来来来，我们看一下雪浪 OK 吗？说、so, 九的就是，说、so, 这个是九，这个是那个十二啊，九就排成二七咯，对，十二就是二八，这里总共十了啊，多一个二咯，所以答案是 C 了，就是这样。Okay, 接下来啊 okay, 第六题，现在我们来看 iron 了啊，刚才我们学到一个，诶，它二加代表呢它的加、哦、多过减两粒有时我觉得啊，这样写出来哦很容易理解、因为、哦、我会这样是因为、哦、我自己啊是比较难听老师讲话的，我要自己看的，有时其实每个人不一样的啦，有的人是看容易过听，有的人是听容易过看，我自己是那个看的，说老师讲啊，过了十分钟我就专注不到了所以我就写给你 OK、我只是大概提一下啦 OK。 二加什么意思啊？它的加多过减两粒、哦、二减就是减多过加两粒啊，所以你看到有加减，这个时候他们不叫 atom 了的哈，他们叫 ion。OK， 为什么它会多出来少出或者是少掉呢？因为他们本来不平稳的，哦，他们需要找朋友把多出来的丢掉变八粒，把或者是那个少的人呢、啊，他要进两粒，他才可以变八粒，你知道吗？哈，所以呢，他讲现在哦，你看呢、啊，这个它的减多过中间的加两粒啊。就是说呢，它原本是没有这样多这个的，看到吗？而这个加，哎，是不是啊？我写错了，二加，对对对，
它原本是没有这两粒的哈啊，而这个二价是什么啊？它中间的价哦，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啦，多过外面的减两粒嘞。就是讲它其实原本还有一个圈，原本啊还有一个圈，那个圈外面是有两粒的，两粒啊，它借了给他，OK，所以根据这个啊，哪一个是错的？第六题哪一个是错的？你们的答案是什么？这个字啊，electron valence 就是你可以自己写啊，valence electron 最外面的 electron，排最外面的 electron，讲写了哈，最外哦，我写错，排最外面那一圈的 electron，OK，最外面的 electron 我们这样写了哈，有时比较快嘛。OK，哪一个是错的？他说magnesium 的 atom 就是它的原版啊。刚才我讲了 magnesium 的原版哦，应该是这样啊。我写在这旁边啊，它是放magnesium 跟什么啊？oxygen。OK，magnesium 跟 oxygen。所以我讲它原本应该是多两粒的，对不对？这个 oxygen 是它多出来两粒了，说它原本应该是26来的。原本啊，原本就是讲它 atom 的状态下，不是 ion 啊，OK，它变 ion 的时候呢，我知道了，我这样画给你看一轮，有的人可能会这样比较更容易看，这是他们 atom 的状态，他们自己走自己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稳定，刚好一个多出二，一个少了二，你看到吗？当他们变成以 ion 啊 ion 的状态，就是他们合并的时候了。合并了变 ion，magnesium 和二加是什么呢？因为呢，它丢了一个二啊，它丢了两个二啊，两个 electron。这个这个变了二减，为什么呢？诶，它加了两个，刚好外面都是罢了，明白吗？看到吗？刚才还有一些小乱的人，我觉得你看这个可能有帮到。ion 是他们合并后，合并后它二加，因为它的减少掉了啊，你看到吗？这个282就是啊，它的两粒丢掉了哦。这个变了二减，是因为它多了两粒 negative。它本来26，现在28。你看到最旁边，不是最外面都是8了哦，就是讲它们已经稳定了，就这个就是 Susunan octet 啊，英文是这样 octet。所以不对的，我刚收到一个答案，还有其他人有答案吗？不对的。OK，so、okay, atom magnesium 有两个外面，对，atom magnesium 最外面是两粒，这个是对的，诶，没有错。然后，OK，B 是讲 oxygen 的 atom 啊，atom 要看这边啊，大家，OK，oxygen 的 atom 有八个 valence，有八个外面，对吗？oxygen 的 atom 有八个外面，错了咯，你看到吗？B 错了，oxygen 的 valence electron 只有六粒外面啊，大家，OK，我们再来看 C 跟 D，它讲什么啊？Atom magnesium 的 atom 看这边啊，看到吗？捐两个 electron 给 atom oxygen，这个啊，它捐两个给他，对耶，呢，它才变成这样的嘛，看到吗？OK，ion magnesium membentuk satu ikatan ion dengan ion oksida，所以 ion 是怎样合并起来？这一个合并叫 ikatan ion，它叫 ionic bond 啊，OK，ionic 的合并，ionic 的联系，就是以加减的方式联系起来，ionic 的联系啊，叫 ionic bond。说大家错的是 boy 啊，OK，错的是 boy。你把它画出来啊，OK，你把它画出来，你就可以慢慢理解到了。OK，接着第七题。这个他说，哎，哪一个是对的？等下大家，等下我讲讲一下，如果跳了，还有2分钟嘛，我觉得我看一下有没有练习先，没有的话就叫你就直接回来吧。这什么来的？一个 atom isotope 我们还没有讲到。OK，我看等下如果他跳了，你直接回来了，大家，不用 break 还是什么啊？等下你可以直接回来啊，因为我们还没有教到下一个 part。OK，这个
这个是一个 atom oxygen 啊 ，oxygen 的 atom 啊，它是怎么样的呢 ？oxygen 的 atom 就是它原版的状态 ，OK？ 你要看的不是上下，你记得我讲过吗？我们不要死背课本的上下，你要记得是大跟小，哦，当然小的那个号码是 proton 的数量啊 ，OK？ 所以 proton 的数量其实也等于。electron proton 是加也等于 electron 的数量啊。如果在 atom 的状态下，原版的状态下，它的加是跟减一样的，就是这样报咯。所以他讲啊，哪一个是对的、啊？关于这个符号 ，number proton 几多？看到吗 ？proton 是少的那个啊，所以剩下这两个了。nucleon number 是全部，大家 nucleon number 就是这一个。想想啊 ，nucleon 对 ，OK，electron、okay? 跟proton 一样 ，nucleon number 是 proton， 这个的意思是 proton 加 neutron 啊，不要拿来剪啊，这个第七题要小心啊，这个字是 C I 的，还是停个五分钟啊，45分见啊，大家45分见。OK， 上个厕所这样也好了哈，45分见。